北方的气温终于回升了，我家小青蛙也终于能吃到一口新鲜的啦。这不，秋秋一到我立马取了回来，这一冬天可给他俩馋坏了。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到处抓虫子了。这两个小家伙明明吃的一样，体型居然差了这么多，一胖一瘦的，而且瘦的老喜欢欺负小胖子。你看人家在我手上趴得好好的，非要踢下去，这还正上宠了。小瘦子抓虫子也是特别厉害，吃饭这一刻从来不让我操心。你们再看小胖，你倒是抓呀，光看着他能自己进你嘴里呀。我想着这么笨，我帮帮他吧。吃不着还生气了，这怎么的？你俩友好相处啦，还深情对视上了呢。其实小胖还挺聪明的，陶瓷青蛙后面确实多，他就跑到唯一的出口去守株待兔。这咋又钻垫子下面了？合着是刚才没消气，跑到这儿来生闷气了是吧？